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Andrew， 欢迎回到 Cube Escape。今天要来玩的章节就是 Case 23， 那就直接开始游戏吧。首先是第一章节，一个谋杀案。这是我当凶杀侦探以来所见过的最奇怪的一幕。当我踏进那个房间，我就明白事情不仅仅是一具尸体那么简单。接下来是1971年的谋杀案件。首先，先调查东西。这个房间好像是跟四季的那个是相关联的。我先没记错的话，有一只奇怪的蚯蚓虫，还有它背后会有一些东西。接下来是这案件是比较复杂的那一种，非常的长。先把可以拿到的东西先拿一拿，还有这个也先拿一下，这跟之前的都有一些关联性，躲起来了。接下来一直再让它爬一下，还有这个，按这个先把它贴回去，这个算是一个提示。接下来是文字游戏雪茄，还有这是算是玩那个文字游戏。这个其实只要放上去它就会自己上去了。就是梵谷的，就是这个雅尔，然后这个反正就是自己会跑上去啊。对了，这个还可以。仙人掌。接下来，刚刚那只虫跑到哪里去了呢？先把它打开，寻找一下。哦，在天花板。先让它爬走。接下来，它什么时候会来到这里呢？先把这个拿开。去哪里了？这里又跑走了，再继续跑。他什么时候会来到这里呢？在这里，往下，往左，接下来准备压扁他。拿到了钥匙，应该是这个的吧？好像不是，这个又一个提示。把它放上来，接下来要先找到线索比较好。线索这里有一张纸条，这个也是其中一个提示。接下来还有，这个要玩这个。首先，玫瑰花放在玫瑰花。打开变鱼骨头，鱼骨头这个应该是鱼，鱼骨头，鱼骨头，再打开变血，这个是血，凶杀血，然后变蛋，蛋就是哈维，蛋就变成一个钥匙，这个钥匙是开这个的吗？不是，那就这个，拿到了这个，苍蝇，苍蝇的话，还有这个，这个要玩，丢下去，首先把它吹过来，让它到这个里面去，之后它又被推出来，然后变成一个很像爆炸型的苍蝇，之后让它吃掉，吃掉，然后就烧掉了，非常奇妙的东西。拿到一个文件，这个文件它有写，这个算一个提示，就是用雪茄去戳它，就是提示，就代表这个。
要戳方块的地方，要戳他手的地方，还有房子和右眼，大概这样。然后看一下，这个好像是可以戳出一个提示。然后先不用这个，接下来是这个东西，这个应该是这样子吗？十字方块，十字箭头，十字方块，方块，这个两个相连，这个箭头会再连到方块，所以先方块，十字箭头，再用箭头会再连到黑色。诶，黑色要做什么？箭头方块连接到方块十字这个，然后再连到方块，方块这里有方块菱形，再用菱形到箭头，再箭头到箭头黑色，再黑色。大概是这样，然后就可以把它拿高，就有一个秘密，大概是这样玩法吧。接下来是方块，这个圈圈点，他的手的话应该是这只手，倒三角吗？还有房子是很像灰尘，右眼是方块。所以说是圈点，倒三角，细菌跟方块，圈点，倒三角，有倒三角的吗？然后灰尘，哎，不对，是圈点，呵呵，这才是细菌，然后这个是。正方形，这样子，024355，拿到了电话号码。电话号码就是要打电话用的，但是这里还少一个东西，少一个东西，024355。然后那个提示在，我要再想办法找出提示。门关了。还是说这里有什么提示？哎，哦，可以撕开，差点漏掉这个东西，这样就可以拿到了，就得到一个命运。接下来打电话，零零二四三。五，三该打电话中。Hello，嗨，我是侦探，这个应该叫戴尔吗？然后对话，Yes，请问是锈狐吗？是的，我是。关键字。I'm sorry. 我很抱歉。Your place is already taken. 你的位置已经被取代了。然后就大震动，之后就发生了这种事情。就这样飞走了。接下来，蝴蝶组成了一组数字，1421，拿到1421就可以打开保险箱。之后拿到了证据，接下来
看一下证据，是一些照片。就这样，接下来是第二章节，调查。有好几个月，除了在我找到那具女人尸体之后发生的情况，我无法再思考任何事情。兽狐是什么？现在我可以把我自己关在办公室里，查看我所取得的资讯，试图去了解更多关于兽狐和那个神秘女人的事情。接下来是1972年，一年后，在我的办公室，这里有一个那个好像放映机，这个应该叫什么？投影用的那个。接下来这是我，满脸胡渣，哦，这里有水。先找个东西，这个是那个 有点可怕的东西，还是得打开，有点可怕。这是咖啡豆，接下来还有什么呢？这个还不能打开，找个东西，这有纸，这里，这个是那个，这个应该叫什么？那个刀子，接下来这个是地图，这个是纸，这个是它的其中一部分，应该是放这里，然后打字机。咖啡，这个装水，咖啡豆，来去装水，装个水，咦，装水完之后来煮咖啡，之后把它放回来，煮咖啡。满满的一杯咖啡，就要煮好了，煮好了。接下来是这里有东西，这里有东西，这里有笔，欸，拿不起来。接下来倒咖啡，再把它喝掉。拿到了神秘的数字24。不是一就是七，应该是其中一个数字。然后这边是打字机，这边是按键的一部分。247拿到了两个，一个是数字，先把数字这个放到投影上去。这边投影会出现数字，稍微做个记号。这边是一，这边是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。咦，它那个字都会跑歪。七八。球不能点到那个叉叉，不然会消失掉。接下来把它交换一下，换成这个，这个变成地图，就有一些算是提示。再把这个教堂跟洞穴连接起来，教堂洞穴。小木屋桥，还有模仿洞穴、教堂洞穴、教堂跟洞穴连接，小木屋跟桥，小木屋跟桥吗？好像没错吧？小木屋跟桥，然后模仿跟洞穴。还有教堂跟桥，
模仿洞穴教堂桥。又来了，这样子字变好奇怪，就会出现 ABC，ABC 就是七四六，七四六。接下来先把这个转开，有一只猫咪在这里，然后先把一开始拿到的。二四一吗？十七出现了，有点可怕的东西，不能被吓到，不能被吓到，不能被吓到。呜、哦，还是很可怕，还是这样跑掉了，逃脱了。可怕的逃脱，这个拿到的东西是用在哪里？先把七四六，就是那个女人举手，她要拿方块吗？好像不是，方块好像不是用在这里。有一些东西忘了用，首先要刮胡子，这样就很有精神了。接下来冲水，之后就会出现一只雏鸟，奇妙的现象，胡子变成鸟之后，很可惜的就是。他要把它吃掉了，然后接下来先做其他事情。这个就是要把它打字，所以就是要按这个打字。Main Walk Lake 应该是这样吧，先找它打字。Main。然后点要把它按下去，然后走路，然后接下来是湖，然后是那个模仿，接下来停下来，接下来是什么？好像数字吧。是吗？三九二，接下来是三九二，三九二，把它先弄上去。三九二，有一个方块，噔。三九二之后要做的事情还有。猫咪吃完了，剩下蛋还有大便，吃饱了就跑掉了。七，就是要给它那个，不小心把它关掉了，给它这颗蛋。之后它就变成白色方块，然后再把它切到三九二，再把它方块放上去，之后就发生亮光，然后就是，诶，是什么呢？天花板吗？旋转，突然变成星空。接下来就来到第三章，教堂。最后，我来到了锈湖附近。虽然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，在沉睡后，我发现我自己在图片中那个教堂的地板上醒来。
接下来，同一年，这一次在教堂，然后这有左右左左右右，很像是一个提示。还有这教堂天花板，接下来是一系列的解谜，一系列的解谜游戏。首先把它转一下，拿到了墨水，来把这个转一下，这个应该是。拿到了，接下来是这个好了，把它线连接起来，拿到了，还有这个也可以，欸，这个刚刚的不算完成吗？觉得刚刚的就是完成了，怪怪的。这个跟上面这个有点关联，所以是要中间、上面跟下面。中间、上面跟下面，这样就可以打开。一二三，还缺一个。这是骨头，还缺一个是，可能要等一下，先来这边解谜一下。方块右边跟左边，图片解谜，首先应该是这样子，然后这样子吗？像怪怪的，有点分不清谁是上面谁是下面。先把它放过来，它好像在这里，是这样吗？下半部应该是这样没错。接下来，这个人是在这里没错，那这个是在左边。所以这个应该要换一下，就在这里没错。然后，左边这样子呢？好像不是这样。等一下，应该是这样子吧。把它，欸，它是在中间，左边，先把它转过来，欸，这两个反的吗？欸，不对，它是在最右边，欸，不对，它在中间。中间，所以把这个弄反了，应该是这样子吧。中间这样子，这样就完成了。拿到了，应该说完成了这个拼图。接下来是这边的拼图，这边比较简单，只要把它转正就好。应该是长这样吧，门窗的感觉，有一个框架，然后这边角是正的，这边是正的。这边也是正的，欸，这本来好像就正确了，这样子，欸，刚刚好像是正确的，本来是这个，还有这个，还有这个，这样子就完成，剩下方块飞起来拿到了，
这边完成之后剩这个，先是十字，诶，这写了鸟的眼睛，鸟的眼睛应该是这个吧？鸟的眼睛，拿到钥匙了，这个钥匙打开，拿到了婴儿。婴儿倒入墨水，拿到心脏，但不知道为什么。心脏打开变剪刀，剪刀是用来剪什么呢？先留着。接下来照着这个顺序的话，哦，这里有个148，先把这个解开。一四八，拿到了图片。接下来是要组合这个图片，在这里，在这里，还有。这个和这个蜡烛，剩下的一个东西要从这边解。十字配上这个表情，拿到眼珠，然后眼珠配上有点像猫头鹰加嘴巴倒的眼珠。配上猫头鹰，嘴巴倒着的，拿到了宝石。宝石搭配这个表情，宝石搭配这个表情，拿到了这个。接下来再把它解开，解开，拿到了油。再来就是。点这个吧，诶，方块要先放吗？哦，开始了，裂掉了，一下把它打破，照着黑色点，我敲，我敲，把它敲破，敲，敲，哦，这里，然后就敲破了，之后。诶，难道左右是这时候使用的吗？右，左，右，哦，果然是这时候使用的。接下来，有人划着船过来了。剪刀，这时候使用的方块，有眼睛，哦，变成乌鸦。接下来是第四章，小木屋。沉默地，老乌鸦先生和我航行到了湖中的小岛上，什么都没说。乌鸦先生离开了我，该怎么做？接下来是1972年，在这个是要很快速的逃难时间，所以我现在要很快速的，我得快点，不然的话有点紧张。哦，变暗了，不要那么快，你可以再等一下，可以拿到这个。把它敲开，然后先把齿轮放上来。这个太小哦，音乐不妙，音乐不妙了。大齿轮，哦，来了，怎么那么快？我什么都还没准备好。哦，糟糕，把这个拆开。快点！
打火机，快点快点，电梯来了，电梯来了，快跑快跑快跑！可怕的东西。故事结尾，最后我到达了湖边，失去了知觉。时间对我来说感觉不一样了，就好像我不只活在那个时刻，也同时活在我的过去。我所有的记忆被存在了小方块，漂浮在湖边。这样子就结束了，这个故事就比较长一点。然后最后一个地方，第一次玩的时候真的吓到我了。那我今天就先玩到这边喽。如果有人想对我说话，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给我。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影片再见，拜拜。